开60分之1秒 5.6 ISO 2000。你的呀，这个你记得跟短跑博，你去另外一边看，你要看到有一个鼻子，这一个还是那个，这一颗啊，这一颗最右边的这个就把它过了，但是你要从这个餐厅的左边有个角度看，或者是你看过来有那个东游，有没有东游那一角，其实啊看过来就会想哦，了解，大家就在那边看。他在探头探脑，对，但是他方向还没变啊。嗯，好清楚哦。这个多少 m？ 哎，你是我家？我今年都用手动，去年还有半自动，今年都用手动。这个是一整只吗？这看起来都是另外接上去的。这边手动328，啊，这边的加倍两倍两倍。哇，所以基本是2400，然后现在可能是那么清楚，现在可能是3600。现在阳光好，拿三个两倍镜加起来了，三个两倍，乘以2，乘以2，再乘以2，对，就8倍啊，8倍了，对。可是为什么这个两倍镜比较大？可以，它是专门对长镜头用的。这个没办法接这边，所以就要再买一个。都可以，都可以找整形的。OK， 便宜的就这种。嗯，这个看起来质感就很好了、啊。对，哦，看得很清楚。哦，在那个草丛的位置。好。出来了。